全差给四分了，强调嘞，虽然分数这个没有过关了，但是暂时到失败区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老师。那个真的很壮，而且很有趣的一段表演，虽然没有过关，真的但是笑哈哈。你知道他那个请技有一把抓住你的手背，然后放在这里，这样 crack 就断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的，那个叫晚十字，我有练过，好险他离我很远。下一位。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校园中，可是隐藏了一位明日之星哦。第五个是餐饮科，第六个是幼保科，第七个是服装科。接下来看帅哥啦，对啊，那我们帅哥啦，这个团体跟大家介绍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三个字哦，爆笑子。好，就以前的偶像团体嘛。你说变就变，我要知道。在节目中以模仿林书豪闯出名声的封笔轩，相当爱秀的他，可是常常利用校园主持的机会累积自己实力和技巧。除了喜欢模仿和主持之外，多才多艺的封笔轩还会自弹自唱。从小便有着相当强烈表演欲望的冯笔轩，不但学习各项才艺充实自己，经过多年的准备，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表演舞台上发光发热，让大家见识到属于他的舞台魅力。在这里都有看到哦。对啊，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们在这里会帮你加油。加油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身为大学生的没固定班底的小芝，总是用他最憨厚的笑容和强劲和深厚的舞蹈功力吸引众人目光。今天他将与冯明轩一同搭档，这两位有着爽朗笑容的男孩将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演出呢？冯炳轩带来的林书豪照镜子，哦，两个哦。Hello, everyone. I'm Jerome Lin. 我发现呢，最近我最大的敌人，竟然不是 Rondo， 也不是 Kobe Bryant， 竟然是我自己。而且呢，最近我在客场四连败了，所以呢，我特别用美国的小耳朵来看一下台湾的电视，找寻一些自己的灵感。所以我找到了这个制作人，他让我想到扒火锅的灵感。嘿，对，我是制作人，我一定要扒你的火锅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我竟然想到了扒火锅的灵感。但是我在尼克队呢是一个超级王，所以呢我转了第二台，发现了这个艺人，他叫郭富城，他让我有超级的灵感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很简单的我就抄到了球，但是呢因为以前我都可以跟上自己的脚步。但是我发现最近我好像自己的脚步跟不上，而且还越来越赢不了我自己，像是这样子。但是我要怎么赢得了我自己，超越我自己呢？行不行，上帝有说过，如果遇到了困难一定要靠自己，所以喂 Jeremy Lin， 自己所以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靠自己就对了。
I'm Jeremy Lin， 我们下次见。啊耶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又一个林书豪，我今天有傻眼哎！真的耶，这笑起来真的很像哎，真的两个好像在照镜子哦。对，但是呢，就看得出来那个小智他那个 breaking 很强、哦。对对对，而且因为我其实不是跳 breaking 的，对而且呢，我还因为这样子我练到受伤了、哦。所以你原本是想完成那个动作？对对，我原本就是想完之后想说算了，我来自取一下。我觉得其实这一段还蛮好的，可是突然因为有一个想法是。因为他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有一天你是用照镜子的方式，那你们用反方向，另外一个人是用另外一个方向在做的话，就是镜子反射出来的另外一个人。Oh. 我觉得这样的表演也还蛮好的。Okay, got it. You got it? Yeah, I got it. Okay, you got it? Yes. Okay, let's take a look. Okay. Okay. Yeah. 分数。分数是一百分，八九十十四十九。哇、wow. ！十九分 ，Jeremy Lin 进球的表情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非常开心哦。OK， 小梁哥，因为我每次都很期待饼干的表演，因为他才十八岁而已，他每次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很精准的哦。他也自己也知道，他再这样模仿林书豪下去就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他自己会找变化，就是说他透过一个小耳朵遥控器，然后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模仿的角色，然后放在他的自己的表演里面，就变成说让这个他这个林书豪会更有这个更有意义，更有生命。林书豪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今天都到最后一天了，还不知道艺人是谁？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不知道弄什么，真的是很久。你今天表演内容你有想到了吗？我应该就是还是桃子姐，但是不知道要配谁，就是弄一下，可能桃子姐的计划是这样子。但是我的艺人啊，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慢慢等，慢慢等。赵新杰。哎，你好。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新杰哥，好了好了，太好了！刚好他会唱《擅长的拥抱》，又是艺人。我也擅长的拥抱。那是你刚刚吧？快下面的。哎，公司上个厕所都有通告可以赚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。火力坦啊，火蛙坦啊，大家做会坦的。不错。天哪，露露，你这是真不知道是狗急跳墙还是好运临门啊？居然就这样找到合作对象啊！这位临时被抓到的仁兄，就是星光帮的歌手 Main 哥张新杰。曾经获得第四届超级星光大道亚军的他，现在已经发行过一张专辑，是扎扎实实的唱片歌手呢。这样的他与露露具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是出身自主持天后陶晶莹的节目呢。虽然如此，只会模仿陶晶莹却是露露目前最大的隐忧。在百人海选模仿角色陶晶莹，五十强淘汰赛模仿角色陶晶莹，二十强合作赛还是陶晶莹。参赛四级以来，就高达三级模仿陶晶莹。而这一次，露露还可以像前几次一样，运用巧妙的段子赢得高分。而在与张新杰的合作，又会不会成为他突破瓶颈、往前迈进的养分呢？加油！Gentlemen, welcome to 新杰 Magic Show. 今天新杰世纪魔术秀将在短短的一分钟，将陶子姐的演艺生涯表演给大家看。在1990年，陶晶莹的第一张专辑《天空》，不要为我掉眼泪。Magic。
出鸽子，变出兔子，通通不稀奇。一秒看见桃子，如何爆笑演出谢安室与陶美惠生活中大小事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陶晶莹爆笑喜剧，安室爱美惠，美剧。西安市，哦，老公，送你爱我。啊？老公，送你爱我。说你爱我，老公不是说你爱我哦，你爱我，老公，我要跟你离婚啊！等一下，好，我爱你，老公，你爱我。是的，新杰 Magic Show， 接着带你们到2007年，这个节目奠定了陶晶莹新主持一姐的地位，获得了42届金钟奖最佳女主持人奖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2007年陶晶莹超级星光大道 ，Magic。等一下，没有料，我们再次欢迎超级星光大道 Mitch。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超级星光大道，我是主持人陶晶莹。首先，我们欢迎一号参赛者张新杰带来表演。今天带来表演曲目是《我期待》，掌声欢迎。Say goodbye 牵牵后后云云灰灰的试探 变，不同的时期变出不同时间的桃子姐。最近，桃子姐也成立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色情网站，是色情网站。再来呢，她被人家票选为台湾最美丽的女人，甚至于姐姐妹妹都为她疯狂，究竟有多疯狂呢？我们请看。七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谢谢，掌声鼓励新杰。哎呦，刚刚真的是变魔术。